原标题，这个悍将号称疯子，最后果真在战场上疯掉了。在国民党将领中，邱清泉算得上是蒋介石的一员悍将，号称邱疯子。其实他得疯子之名，除了会打仗外，还是一名名副其实的疯癫才子。邱清泉会读书出了大名，在小学时他第一名成绩毕业，五四运动时他在校县城发起并成立了永嘉青年联合救国会。1921年他以第二名成绩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，并于四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。两年后1924年8月又以优异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。1934年蒋介石选派青年军官去德国学习军事，通过考试选拔，邱清泉又以第一名成绩被选送至柏林陆军大学深造。留学期间他成绩在同僚中又是前三，甚至还准确地预见，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，机械化部队将大出风头。这样一个才子应该对任何事情都想得清楚，看得明白。其实不然，1944年的时候，他一位参加共产党的亲属来做他的思想工作，不要和共产党作对，说只有共产党才真正抗日，反共没有好下场。他不信也不听。此年12月他驻防在昆明，惨绝人寰地发动震惊全国的121惨案。邱清泉不仅看不清事理，还十分迷信，爱犯糊涂。在内战爆发后，他奉命率领第五军驻扎河南商丘，他一听商丘就认定了商丘，心中大为不悦，好几次打报告要求撤离商丘或者自己走人。结果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，他被撵回了老家。蒋介石重新启用他后，邱清泉率部参加淮海战役，结果与长官杜聿明一起被包围在陈官庄，死活不能突围。眼见大势已去，穷途末路，他突然有了新思想，非说杜聿明司令部的院子里长了一棵树不好。为什么？杜聿明问。树和院子组成了一个困字，他这个惊人发现不可谓至高一筹。可是杜聿明不相信，他再三怂恿老长官将树砍掉脱离困局，弄得杜聿明哭笑不得，只好下令将院子中的那棵树给砍掉。结果隔了几天，有人说砍掉树后人在其中，岂不成了囚字。邱清泉的糊涂和可笑之处是，人是不能住到院子中了，否则就成了囚犯。困在陈官庄后，邱清泉不思如何突围，天天和一个女护士混在一起。1949年1月，邱清泉和杜聿明等人收到了解放军的劝降书，明白市里的人此时都可能考虑何去何从了。他一把把劝降书撕得粉碎，并且破口大骂。他一撒疯，反让本已有将意杜聿明等人也不敢有所谓了。有意思的是，最终邱疯子做到了明智时亏。1月10日大势已去，解放军发起了总攻，邱清泉不得不跳进一辆坦克突围，可是冲不出去。突然他跳出坦克车，乱跳乱喊，身经百战的他居然吓得发疯了。在神志不清中，他拔出手枪砰对着自己的脑袋扣动了扳机，自杀而亡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